把咱来加研究，因为恁应该要节目非常的精彩啦吼。我着想讲，你养生完毕了啊，后壁遐讲完那咩，咱都无人算，都怕算啦吼。钱开大，查某拢来啊啦。平安夜伫咧做安排，嘛特别感谢着咱的签署大哥，咱无笑着说话，甲继续行，就继续行吼。伊讲咱节目安排个真精彩，真半段邀请咱个两三位起来唱歌，这算叫一个活下来吼。嘿，咱个老半段节目就进入高调啊啦吼。我来节目来讲，我过来个介绍。OK， 来，今天个请做客两把琴，邀请咱辣妹呢，那今天来做安排。阿弟啊，老弟啊，你刚刚加上劲啊，我都做你家福气。那你今天先做什么？我出无啊。哇，伊讲咱今仔日要安排是咱金箔花束哦，辣妹加上劲。我后尾有啥吗？啊，是我的。我不要，我不要。私は何でかと思うのみんなでカラオケ中華やったねちょっと出てこるアプリやエンジンに欢迎啊你啦吼，这小姐唔知爱检讨一下无吼，哈哈哈，唔过是卡。